星期日一早幸福师奶过海营微博铺上，话同屋企人提早庆祝佢48岁生日。讲到屋企人，见到素颜有咗架链，同老公都有到啊！海营仲留言话呢晚系顺道 farewell 埋工人姐姐噶，两母女都好唔舍得，不过都等佢准备结婚开心啊！讲下讲下，有冇发现少咗个人呢？唔知老公林文龙系咪有嘢做，留翻正日先同老婆庆祝呢？苹果优惠，开蓝牙定位，附近惊喜优惠，随即到手。